好了好了，还有很多东西讲。好了，走了，赶快去看猫熊。不能动。那个是水吗？因为我看到两只河马了。那是河马吗？犀牛吧。河马好不好？不然这里为什么有？哪里有？是假的啊。它真的，头顶上又没有尖尖的。它的身上有。这个是假的哦，我以为那只是真，是真的哦。都是真的啊。看起来好假、哦。那个颜色，中间那一只颜色好假。太咖啡了，我们走到哪里来？有没有看？没有哎。那我们走到……你在开会？你在开会？好累哦，都一定要站在树，坐在树上，好辛苦。因为这边有一只无尾熊，可以。快，你们转过来啊！看到、哦？我找到，你看。如果答错要找重新一次，哪一个是羊？没有，这个地方是圆圈。哦，那我们刚好选到。